吼，我是家己问讲，我无较好运啊。我甲点一个火种，我点我后尾去圣地，然后甲你点死一个鬼，笑哥。我们算顶一摆的迄种诶，五神豹诶，火卷那个算免钱诶。算讲你若挂机挂卖去倒物件，迄算免钱诶。迄吼，迄点两三百张，迄拢袂停啊。啊，那这点落去拢爱钱诶，笑哥，你炒够多诶。人家今麦都在修火卷，变化嘛，变化过嘞，总是爱变啊，我同意。但是有在往下点吗？啊，点麦都剩个多。好、哦，无啦，我问题我今麦修无啊，我只好修，反正就慢慢收啊，比特币我都无啊，啊，我都无比特币啊。有啦，我甲迄个，迄个像收袂少啦。啊，但是我刚刚，我往转身过了，甲他开伊就开，唔知几罐药水去啊。啊，搁加上迄落要六五百块拍迄落啊，爱6500块咧拍迄落啊，龙虾糖啊，我龙虾糖还袂拍咧啊，今工即要咧甲恁少拢暂时大概拢无用，袂要紧啊，反正来用个先再拍就好啊。我龙虾糖还袂拍咧呢。无啦，伊讲咧借的钱多，大家拢无用，无差啦。哎，借的物件本来是安尼，也无讲啊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无讲啊。口罩洗啊，无可能啦。而且个唔是假日啦，哈、啊，去应该是怪比人较侪，怪比人较侪吧。哦，恁即马安尼会当单练啊？吼。哦，恁嘛是爱找老师啊？哦，我是讲。我想团友在单练，应该嘛无几个吧。对啊，你也无算这个真正，那拄啊边啊，像拢走一只迄种牙刚出来，我看伊就爱走一溜啊，对吧？无啦，我是讲那无算这啦。哈哈哈！那我瞬间可能是，那拄着他刚好照好就完。我今嘛拄好咧痛苦时间，快要3年，无哈，我今嘛拄好咧痛苦时间啊，快要3年。哦，好个，再等站个，甲因得去团医拍了，拍个当升级，我跟下线走去睏。哦，无啦，啊，不过即阵哦，啊，安尼差了6点，不过即阵安尼才8-3年哦，差到6点起来啊，啊，不过即阵安尼才8-3年啊，无啦，熬夜啦。啊！你讲啥？啊！
我无变红诶。好，我等下。是哦。哦，啊，我等我啊。有啦，还有一点啦。啊，电脑电脑，好像讲无在双开，双开顿啊。无啦，双开是两，我是两只电脑，我是两只电脑，唔是一只咧双开。啊，双开我操，我那个，你叫我双开咧操作吼，我会感觉足忝的。咱平常先讲啦。啊了，就平淡啊，直接拍两下，也毋是，也毋是要甲你拼性命，我哪得生得好艰苦？哈哈哈！啊，双开，哎啦，双开我是会响啦，还是，还是多拄着我一台两公电脑吼，麻烦，爱生囡仔一只，囡仔一只较好，囡仔一只双开动会掉，我只只双开袂使，我只双开拢会断。啊，顿诶，现在就算个拍啊，吼，我讲啊，开起我来开算一下就好啊，免伫遐在咧甲你慢动作。所以我还是双开啦，双开无事。无我嘛知啊，哦，坐好厝啊，要创啥要创啥拢卖晒啊。哎，是囡仔有当有闲个先，甲我斗三工个先，我双开就最方便嘞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啊，若无咧，跟侬说啊，对无？反正也不这样，不是要改变性命。小哥，我轻轻松松耍，我写了，我耍游戏就好，我写了就好，游戏耍。无啦，即阵我就算你要闹人啊，啊可能有限啦。嘛，莫讲闹无人啊，有限啦。怪比人较济，互你拍袂我。哈哈，好你跑会烦的，而且还七炸八炸，还七炸八炸，还升到半暝啊两三点来一堆，即阵啊，搁有在去遐跑我来俄罗斯超人啊，哎，我是早两点我来，啊对啊，啊就是搁等下天光啊，即阵啊搁有在了。是哪够在底的吼？我来来跟你讲吼，这版的真正要求变态。啊，迄个转身安尼，两顿三顿安尼，遮离谱，迄个四顿的安尼，我看真正会起笑。我感觉落差太过离谱了哦，然后拍起你到三，拍起到九十一啊，你大概弄到五米，我感觉最了差了三点钟啊，这个八十四年啊，我是两顿赢嘞，啊，你那算我好哦，我是两顿哦，我跟你的经验只是砍一半又砍一半的哦。无啦，两顿啦。我是跟他讲吼，光阴啊，拍一个八仔当变时期安尼就好啊。春天啊，慢慢来哦，出小李嘞，笑哥。我要耍游戏，我不要叫游戏耍。
麦达诱惑，我知影问题是怎么过呀、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阿刀，我今麦刚想要赶紧拍个90就好啊，91的代志再说吧。要你拍伊的代志再说吧。啊，拍拍起来90，我会当入去迄落拍保二、保三，我就好啊。无不焦虑，啊。我的目标是90，我的目标不是91，嘛不是恁在讲的。蛮子，未来我要较袂想，我前年那咧讲吼，前年那是，啊？安怎？我二七五啊，我变四年变哪里去？啊，变四年嘞！我嘛知影，但问题就是无在了你去啊！没啦没啦，已经变死啊！吼，佮冻着好啊啦！八五七的经验值比七五七较侪哦。哦，安尼，啊，要考要考，稍等一下。小等一点点嘛就好啊，算了。
我刚刚没开呀。藤子链贴一下。对啊。你含9.300，应该还是卖的。对啊，我腰带含300，我都卖了好几天啊。哦，三位，你也中了哟？你这但是戒指中了哟？是哦。惊了，怕。无啊嘞，我再拢无。好，现在这把戒指解了噻。哦。看人家收两，我是卖300，卖一半呢、啊，开半的开。我拢无戒指，我拢乖的，不然我嘛是咧考虑啦，唔是一定爱用啦，因为我咧考虑讲。挂迄种诶，挂雷亚，甲挂迄个战士戒指差一多尔啦。对啊，也攻击也防御啊。啊，因阵即阵已经差不多，啊，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，我先练起来高的这个 pass， 我今天已经准备到平飞啊。咱啊，硬要跑去，硬要跑去转身啊，呢就已经开4点钟啊，呢酒到后面啊，今个个今个酒在哦，在后面哦。哎呀，卖转身拢好，平平常常啊算。Hello， 肖波，肖波怎么怕酒后？他用电脑都怪怪的呢，那肖白肖安开的啊？啊，风爽啊，是不是？爽哥开的。肖波去上班了，哈？
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很久没有看到人家那个买卖了。之前是500啊，对不对？天哪、啊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300、欸？他们最近有人买的，看他们最近还没有人买。你多的啊，好。三四幺大，好。去赖群谈呢？我收到了，但是问题。赖群谈一下。暂时想要生活卷。对。对啊，暂时要生活卷，生活起来。你脑中的火卷在被我黑。嗯。不要紧的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那种诶，吼，那个总是往前啦，那有可能一个就好，哼。来劲来劲，呀，好笑。嗯，来劲啦，反正那看来，落去，等我变下者，我看来落去再甲恁收诶。嗯哼。但是我就总是慢慢往前前前到有的时才有才变过啊，反正也是无遐好捡嘛。哎，小狗像趴去，因那个是水上小草。圣洁界小狗，很多老夫以前的代志啊呢。他应该是要贴他自己的，忘记改他的名字啊。哦，啊行。好啊，你的声望没变吗？好，没有，我的声望还没改，但是我已经二转了，那个名字把它改一下，哈哈哈哈，心爽。哪里啊？你说你的怎样？我的、啊、已经转二转了啦，啊，那个声望是没改的。等一下，声望没转，我不知道你本来声望是什么啊？哦，好好，那就算了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是讲伊要甲你改到新刷对无？我买到复制贴上就好啊，幸好我都搁在改啊。两个拢变。两个拢平淡的，对啊，啊，还是讲好个在领导的工作啊，阁算袂歹哦，啊，无想要出小林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嘿嘿，一大早嘴巴就这么甜，我想说我再多放几个。很常打架的。你看，啊，你写个波浪句啊，你啊对吧？就最好用的啊。螃蟹卖35，看有没有人那个啊？看，萌萌先卖啊，不然就卖外面啊。好。好 ，OK。哎呀，等等，无差啦，你阿哥，哎呦，我要生活卷啦，
好啦好啦，不要紧，先背啦，我再慢慢跑，不要紧，你先背啦，等我火，等我火转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想要先留了，我存无偌济，存超真辛苦呢，等火转算算下过去。注意点，注意点。顺便整理一下我的公告，发现好乱哦，我都随便打一打而已，看得懂就好，打得乱七八糟的。
吃鸡肉饭，怎么好意思真的去吃鸡肉饭呢？你要提早来吗？你们决定好了吗？干嘛这样？请假？那还有一招，翘班。那还有一招，翘班呢、啊。这是我对喵讲的。可以吧？你不来哦，可以吧？我没办法下去啦。哦。好吧，趁接先接这些好了。我看有些人那个大窗没有贴过，好啊，哈喽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跟我说，我来练功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起来练功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是不是没等级睡不着啊？是这样吗？真的啊，我平常是这个时间，我都吃完早餐继续睡、欸。啊？啊，我还惊那么阿高，我才不是讲嘿。我平常时吃完早餐就继续睡了呢，怎么会上线练啊？你肯定资料改我来看。真的，公姐，我感觉我的魔稿是更小哎。可是我昨天双开练真的练不到哎，我可能这等级太低吼，85妖精啊。魔不够射啦，我如果是火妖，可能火妖也是蛮痛的。没有啊，我是拿刀跟那个地宫的，没有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宇宙黑洞。拿刀砍不快耶、欸，一刀都是90，普攻都90，是暴击会到200多。再来，伊那边亏。变妖精，日刀会足痛的，变人会稳死的啦，要稳死的啦。是觉得拿弓比较好练一点，弓的暴击比较多，弓会没抹。掉好啦，会没抹啦。啊，你啊变一个日刀的吼，哇，过阵用钱你啊变人会稳死的啦。对啊，输出太低了啦。然后妖精又皮薄很痛。好啦，皮薄很痛啦。哎呀，怕哎，袂堪要用怕的啦。所以讲，你要讲妖精要变人好，我感觉迄勇气真个。你若穿乌腰衫或者变人哦，会站袂住啦。等你带法师嘛站袂住了。真的。你若正常的我无会讲哦。正常的你当讲啊，要开两只三只，迄是无会讲哦。你若变人，绝对动袂了的。无影若变人，阮死。对，所以如果是盟友的本尊啊，我还是会比较建议玩黑妖。虽然火妖很痛，可是我还是会建议玩黑妖，因为我觉得黑妖的那个攻防比较平均。对，他攻防比较平均。你咧讲要变人稍微哦，黑妖就要变人啊，等啊，真爽。你像阿高的高阿公，他想要把他的火妖转黑妖，因为他觉得他吃完啊，黑火妖没有优势。
就觉得黑火药应该是比较好吸，可能可是死亡率可能比较高一点。对对对，反正攻击开了可是打完很痛，但是被打也很痛。对啦，然后黑药，黑药的话，黑药其实打人也很痛哎、欸，就是你要破道，破道的话就很痛了。黑药打人也很痛，但是它的防高很多，所以被那种还是回避啊，回避比较高。对对对，黑药的优势就差在这里。对啊。你那边火药变蓝，我靠！我咧讲，我只无转啊，我家己75，拍了两只怪，然后就要昏倒啊！用公腰的话，吼、哦，还射无几下，就无毛啊。彰化哪里？中心古堡是哪里啊？那是彰化哪里啊？观光联名厂，田中吃霸王啊，田尾光那个啊，花市啊，那个，哎，等一下啦，他现在不是有个，他现在不是有个什么新的，一个新的那个什么，是不是有一个溜滑梯很长的那个很长的一个溜滑梯在彰化？好像不是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哎、欸，我顶两天看新闻是完成的。对，我知啦，顶两天啊看新闻，伊唔是一个什么大气候伫高速公路卡。哦，有点类似。朗哥，你消防那只有办法单吃独角兽吗？可以吧？哦、去刷宝石。我袂记啊，那个，我还记得我顶两天看新闻，中华有一个新的迄个啥，新的，我去陪你吃啦，新的物件啦。第一个中，那溪头那个嘞？溪头那边是玩水的吧？三林溪，那还有什么？就记得那天我看到我学姐去玩一个很长的溜滑梯，好像是在彰化，等一下再去看一下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有点忘记，我只知道忘记了。可是那个好像
应该很简单，还是你那个也去过了？这样咧，这样脏话还有什么？啊、哦，叫他出去玩。那真正找无，来问一下伟大的 Google 大神。无啦，你若真正找无先哦，那我的建议是讲哦，带伊去靠海边啊，去乌鹅啊，或者找望蛤蟆个。好好好，反正这是我。好好好好，安尼我就无会讲啊。好啦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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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好啦好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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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有一个、欸、有一个那个吗？哦，王宫附近不是还有一个还不错的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是有一个潮间带叫什么？高美湿地。差不多啦，那个跟那个欧鹅啊，跟什么蒙哈。对啊，高美湿地不是也是在王宫那附近？嗯哼哼。对啊，那个风车啊。你彰化人哦？那为什么要去彰化？迷宝，什么迷宫的、哦？让他们认识你从哪里来。对啊，怎么出来的嘞？出了啊！我在看 Google 呢。好啦，好，我帮你看呢，看一下中心名场什么鬼没？中心名场，古堡，中心古堡。对啊，里面东西还蛮多的呢。真的，
台中呢。像很多那种观光工厂型的吼，像一查，其实彰化有很多那种观光工厂，哎，只是不知道里面内容好不好。对啊，有一些很无聊，就是有一些，反正去了你就是马上就走的东西。好啦，安那，那真正真正找无的时候，那是安怎的时候，无就找了买。这里面的这班草莓啊，那找无就对啦，找了了，这班草莓啊，现在没有草莓了啦，有啦，差不多快接近，等一下，我八月份有啦，来不？你去台北。哦、五月的时候就没有草莓了呢。我八月份还带过嘞。你带过的那个是国外的啦，台湾的四五月那边就都收的差不多了，四月、苗栗五月就几乎没有了呢。接着下苗栗呢，苗栗呢？草莓是冬天的水果，夏天不会有。小等下，小等下，我八月份还佫带囡仔去，佫带当初迄阵甲伊考还袂出代志时，我佫带因去咧。八月份呢，我八月份还佫带因去买草莓呢。安尼你家己查者，就到7月18号有啦。你若讲明仔7月19要出门，我你讲保证绝对。苗栗那边绝对有诶，我八月份去诶时，那个有咧。啊，多吗？大颗吗？还好咧，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啦。这我是意思安尼讲啦，我来讲，我你头要找中华省哦，省了。哈哈，那那无的先才细粒，哟。真的，就现场反而更贵。你有去过那个吗？台中的那个吗？台中，哪里呀、啊？上次去我觉得不错啊。台中骑脚踏车那地方是哪里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你几乎都去过，怎么去玩啊？还没那么常出去玩呢、欸，没有很喜欢出去玩。这样子我们应该没办法给你建议，我应该下次要问你哦。对啊，我们很少出去，比较少啦，看一个月一两个月一次而已吧。没，那个十三位，你若真正讲真正讲细无细，我可以努力，你爱小改看好，改小查好哦。这是我。因为我会记我八月份的时，我搁带囡仔过去的啊。
有啦，有是，应该是拢有啦。我因为我上去的时候，因嘛是咧讲吼，差不多要买机啊啦，安尼啦，哈哈。但是我是八月份哦，我看嘛咧，我因为我迄阵反正有啦，我迄阵搁铺相片咧，囡仔采草莓的菜，本来是用手去采的，然后把它改成脚字，竹字旁的采。采草莓啊，啊拢赶快采草莓，对啊，人啊囡仔个改了手字旁的采草莓，改做竹字旁的采草莓啊，个坑里头卡，哈哈。